你想知道 Daddy 是誰，現在給你認回他了。如果你繼續留在他身邊，我想你比擔心多過開心他們。過兩個星期我會去新加坡分公司做 intern， 之後就直接回加拿大讀書，我會再回來的了。做什麼跟著我啊？阿女，我和阿堅姐純粹是租客和業主的關係。你喜歡男人的？那又不是。那你看著我，看著你真的對我女兒一點感覺都沒有？